各位转来兄弟姐妹早晨，今日是四旬期第二周星期三，弥撒经文分别在第16和61版。今日的弥撒意向是为亡者王春心的灵魂安息祈祷。上主，求你不要舍弃我，我主，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上主，我的救助，求你速来给我护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兄弟姊妹，让我们静默片刻，反省我们的生活，恳求天主垂怜。基督，你奉命来拯救忏悔的人，求你垂怜。求你垂怜。基督，你来召唤罪人，求你垂怜。求你垂怜。基督，你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转求，求你垂怜。求你垂怜。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请大家祈祷。上主，求你护佑你的教会，使我们乐善好施，也求你赏赐我们现世获得你仁慈的助佑，将来得享天上的恩赐。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攻读耶勒米亚先知书。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来，我们合谋陷害耶勒米亚，因为没有司祭，法律不会因此废止；没有智者，计谋不会因此缺乏；没有先知，神谕不会因此断绝。来，我们用舌头抨击他，不注意他的一切劝告。上主，愿你俯听我，请听我敌人的声明。难道该以怨报德吗？他们竟掘下陷阱来陷害我的性命。望你记忆，我曾站在你面前为他们求情，替他们挽回你的性怒。上主的话。感谢天。上主，请以你的仁慈拯救我。上主，请以你的仁慈拯救我。上主，求你救我脱免暗部的罗网，因为唯有你是我的避难所。我将我的灵魂托于你的掌握。上主，忠实的天主，你必拯救我。上主，请以你的仁慈拯救我。我听到许多人在呼啸，恐怖弥漫四境，他们在群集商议攻击我，谋夺我的性命。上主，请以你的仁慈拯救我。我仍旧依靠你。上主，我说你是我的天主，我的命运全掌握于你的手。求你救我脱离我的敌手，摆脱一切迫害我的仇仇。上主，请以你的仁慈拯救我。主基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主基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上主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必有生命的光。主基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愿主与你们同在。攻读圣马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暗暗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在路上对他们说，看，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要被交于司祭和经师，他们要定他的死罪，并且要把他交给外邦人戏弄、鞭打、钉死，但第三天他要复活。那时在伯得儿子的母亲同自己的儿子前来叩拜耶稣，请求他一件事。耶稣对他说：你要什么？他回答说：你叫我的这两个儿子，在你王国内，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你们能饮我将要饮的酌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对他们说：我的酌你们固然要饮，但坐在右边或左边不是我可以给的，而是我父给谁预备了就给谁。那十个听了就恼怒他们两兄弟。耶稣叫过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首长主宰他们，有大臣管辖他们，在你们中却不可这样。谁若愿意在你们中成为大的，就当作你们的仆役；谁若愿意在你们中为首，就当作你们的奴仆。就如人子来不是受服侍，而是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作赎价。上主的话。基督，我们赞美你。今日福音提醒紧我哋，耶稣基督以呢一个接受苦难、死亡、复活嘅方式嚟到拯救我哋。福音嘅作者为我哋作出一个好靓、好美丽嘅一个嘅结语，一个嘅分享，一个反省。就如人子来不是受服侍，而是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作赎价。讲出了基督以什么的方式来到拯救我们，而且给我们一份的反省，就是究竟我们有没有被基督的救恩所感动，还是过了几十年的四旬期、封斋期，我们都是继续呢过自己的生活，按自己的意思而去生活，而忽视了这份恩宠的感动呢？让我们善导这个的四旬期，使到我们能够再次是刷新我们的心，去接受救恩，去接受恩宠，去接受基督这份的苦难、死亡、复活的奥迹，去被去感动，让我们继续过好四旬期。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弟兄姊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求你垂视我们所献上的礼品，并藉着神圣的膏往解除我们罪恶的疾谷。因主耶稣基督之名，天父，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众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你藉着我们的主基督，教我们克苦斋戒，清心寡欲，培得养性，而获得上报。尊位的天主，天使以及天上神圣，藉着基督赞美你，钦崇你，敬畏你，欢跃庆贺你。求你恩准我们也和他们谦恭地同声赞颂。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命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圣父，从创世以来，你为人类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为使我们成为圣的，就如你是圣的一样。求你垂顾聚集在你面前的子民，派遣圣神圣化我们献给你的这些礼品，使成为你钟爱之子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好让我们与他结合，在他内成为你的子女。当我们失足远离你时，你仍然深爱我们。你的圣子耶稣虽然纯洁无罪，却把自己交在罪人手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伸开双手矗立于天地之间，成为你盟约的永恒标记之前，他渴望与门徒一起举行这逾越庆典。晚餐时，他拿起面饼，感谢赞颂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知道要藉着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圣血，使万有在他内和好，就拿起杯来，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临。上主，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他是与我们的逾越节羔羊，为我们带来了永久的和平。我们庆祝他的死而复活，期待他再度来临的幸福日子。我们向你永远信实的天主献上这使人与你和好的祭献。仁慈的圣父，求你垂视你所召集的子民，因此我们在参与基督这唯一祭献之后，藉圣神的德能，在基督内成为一体，永不分离。上主，求你使我们众人与我们的教宗方济各和我们的理主教师德望精诚团结，
求你帮助我们为天国的来临共同努力，直到我们回到天乡，加入圣者的行列。那时我们将摆脱死亡的伤害，置身于新天新地，皆同圣母玛利亚、她的正配大圣约瑟、诸圣中徒，以及你所救赎的所有亡者和我们的祖先，施立在你面前，与永生之主耶稣基督一起赞颂你。全能的天主圣父，愿一切崇敬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了祂的教导，先这样向天父祈求。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中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睇下呢一位就系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天主子，除免世罪嘅天主羔羊，嚟赴圣宴嘅人系有福嘅。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人子来不是受服侍，而是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作赎价。
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的天主，你藉着圣体圣事给我们永生的保证，求你也以此圣事帮助我们获享永远的救恩。因主耶稣基督之名，天父，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让我们一起诵念圣约瑟莲祷词。万福属世主的守护者，童贞圣母玛利亚的敬佩。天主把他的独生子托付与你，你的敬佩玛利亚信赖你，因你的合作，基督降生成人，大圣若瑟，请向我们显示你也是我们的父亲，并在人生的旅途上引领我们，请为我们祈获恩宠、慈悲和勇气，并保护我们免于一切凶恶。阿们。大圣若瑟，为我等祈。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感谢天主。